袁伟豪封盘，前绯闻女友逐个逐啊！袁伟豪近年终于坐正，揽一成为无线力捧嘅小生。早前喺剧集《英雄》入边就爆机耍功夫演出，获得观众一致好评，封佢为一代男神啊！事业有成，爱情得意。身为2007年港男冠军嘅袁伟豪同12年港姐最常镜小姐岑杏儿唔羁，唔觉就拍拖3年啦，早就已经发展到同居关系，仲扬言对方系结婚对象添啊！东周刊早前就发现岑杏儿带埋好姊妹朱千雪到中环一间婚礼服务公司，只系揾对方陪自己试嫁衣。相信袁伟豪已经求婚成功，婚礼正系密锣紧鼓咁进行紧啊！提起袁伟豪，其实他恋上岑杏儿封盘之前，女人缘都不错的。2007年袁伟豪选港男嗰阵，就被踢爆同2006年落选港姐邱颖欣拍拖，女方仲在个 blog 入边透露担心男友当选之后多女埋身，但是袁伟豪当时就梗系否认恋情啦。2009年袁伟豪同胡定欣合拍剧集《古灵侦探 B》嗰阵，就有知佢力追对方，可惜当时就摆喺马国明手上。2010年袁伟豪参演舞台剧《我不要被你记住》，同玉博对手马贝斯塔著。2011年袁伟豪同林夏薇合拍剧集《结婚方程式》嗰阵，就有知两个人因为嘴戏而戏假情真啊！